今天麻将好多嘛？你看啥来的？堆积堆了。你以为我们专门吃饭不干活的？凶得很，人家也是干活了。你好意思啊？走过人夫啊？都不跟我把你过人就吃。那你也干活了，我给你做人夫嘛？要的，那你可以走噻，嗯。那不送你的，管啥噻？饭还剩的多得很了，快点吃了又来添。别那么生气噻，就该我吃了，江西。